完全不是一个世界。这两个就是你看树草，你们刚按着过来啥都没有。哇，这花海啊，花海啊，你看，嗯，这就是一个花海了，漂亮。哇，这个人一夸一个鸭口了，下面还有一个鸭口呢。哇，这某人停车太危险了，这些车子，哇，突然就停到这儿了，你看，陕西的，那么慢。那没办法，这个红包就在那个景区店后面，不都在那个地方，都在那个地方。那有房子订房啊，那就有房订房是吧，有房订房。那你价格里面就不能讲，不能讲，哪能讲价格还，对，有什么有住有的住就行，对，有的住就不错了。就是说订宾馆不订这个蒙古包是不是，宾馆查一下看有没有其他宾馆，查一下，那就是有宾馆你查一下，查一下查宾馆，宾馆很多。好，知道。那个地方是那个蒙古包是在景区里面。不在景，都不在景区，都在那个镇上。景区他不给你住人的。那他的那蒙古包有什么意义啊？蒙古包的意思，他就在那都在那本来巴勒布鲁克就是草原嘛，就在草原上，他这个镇子就在路边上。他原来没有，啥都没有的，不就是原来旅游才发展起来的吗？那就蒙古包跟那个。没有没有，就是就在都在草原上，都在路边上，就在路两边，然后有宾馆，有蒙古包，就那样。蒙古包面积很大的，大面积的蒙古包。住还是应该有住的，就是价格现在。它现在最热的时候嘛，这个季节就是你现在都市公路又一出名，现在全都跑来了。你看这路上车子，这几个县城都住都会紧张，不然的话，你看这几个县城，应该是一般的宾馆都300、400，都这个价格。旅游季节，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，而且都市公路又开了。你要查一下那个西部秦，那个又看多少钱？记得有个西部秦，旅途说有一个叫西部秦，看一下多少钱。重复一下，刚才没听清。旅途说有一个宾馆叫西部秦，看看是价格多少。现在风景很好，现在没有网络，查看不了。那就不要说了，那就说啥呢？我还是有三句。你也猜一猜。
联通有3G。联通还有3G现在？他发音不如客租住宿才去再去看他在网上。这几个县，你上一次我们过来在新源县，在一个县城找都找不到宾馆，都住满了。找了多少个宾馆？还找了个小小的宾馆。对，这一片就是这样吧。宫乃还有我吗？宫乃是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中间的不就是联通的吗？中间的手机就是联通的。现在有信号吗？这边的景色就这样，就是林场这边。还有时候讲的宫乃师，宫乃师就这样，就这个风貌，宫乃师林场。把你不客气，冷哎，晚上更冷。他为什么呢？就3000左右吧，就没有3000左右。这都能坐的，上的地方都是别人沟里面。万一布鲁克应该住是应该有，他地方太多了现在，但是人现在也多。汤姆拉也要顶，汤姆拉搞不好现在也价格上行。